夫人，长夜漫漫，别着急啊。我倒是不急，只不过夫君。夫君，怕是要先走一步。夫人的手挺准的，不过我与一般人不一样，我的心脏在右边。你想杀我，得往这儿冲。我知道伤你不容易，所以我在刀上涂了见血封喉的剧毒，剑又没插进去，毒又能奈我何？毒不在刀剑上，在刀柄上。夫人很发白脸色，真是跟我天生一对。夫人想杀我，跟我说便是了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果真是个疯子！怎么出来了？外面了。我带了一壶酒，听工人说，这工业上的石榴酒，不仅香甜可口，还可以暖身呢。夫人今日竟有如此野心。我知道你对毒早有防备，但是这世上不是只有毒能害人性命。有趣。夫君，这回我找对地方了吗？我倒是情愿死在你的手里，可是怎么办？好像有人看过来了。你大可以当着他的面杀了我，回到他的身边去。只是阿姨，你的太子哥哥会接受一个满手鲜血的你吗？你我就喜欢你睚眦必报的样子。承认吧，阿姨，你与我才是同一类人。阿姨